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7月1日于金城镇卫生所成立分中心，由陈祥林参议代表县长主持揭牌典礼，金城镇里长及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到场祝贺并共同揭牌。揭牌典礼在宫贝婆结合金门版我的餐盘健康操表演中热闹开场。金门县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金城卫生所分中心成立揭牌典礼，典礼开始，揭牌，李成。金门县政府表示，金门县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7.58%，逐渐逼近20%超高龄社会人口结构，因此责成跨局处部门积极整合社区资源，完善整体社区医疗照护系统，呼吁高龄者要健康老化，营养要顾好，邀请社区长者一起来做营养评估筛检。透过营养咨询，让我们的长者在未来余生的部分呢，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照顾。那全国目前有65岁以上有470万，大概有20.1%。那金门的超高龄的一个占的比例呢，在17.58%。那如果以居住人口实际居住人口来看的话，金门实际上是大概已经超过23%了，比例非常的高，所以在这一块的照顾很重要。那金门县卫生局呢，在营养咨询照顾这一部分呢，这几年努力的推广，啊，前结合社会处的42处的一个据点，那所做的服务哈，就是每一次就是对于共餐的一个营养部分呢，做饮食质地跟营养均衡的一个调配，让长者呢，在营养上呢能够获得均衡。所以呢，今年呢有金城的金城金庄富康社区，以及金湖的新义社区，这两个有得到全国实力的一个精进奖。那透过这个营养推广中心的一个成立，那对于社区的一个自行照顾、营养的照顾哈，也会更普遍，所以也能够让我们的长者在这一块获得更好的营养。社区营养推广中心表示，113年提供1000位长者营养筛检服务，预估提供50至100位营养不良长者咨询追踪服务，长者可以就近到社区共餐据点、金宁卫生所、金城卫生所营养推广分中心接受营养评估服务，或扫条码进入营养棒棒糖线上评估。